家它本身就是说它的原厂停，就是说 process 这个款式的，它是属于 premium 的厂，所以说价钱方面，所以的话会比一般的来的贵，然后这质量方面也会属于比较高档的哈。好，pink、蓝 yellow， 还有我身上的这个 beige color， 基本上也只有这个厂家他敢做这个这样子的颜色，你在外面很少看到。其他厂家会大比较做，它会比较创新，比较大，还有它的数量是很有限，它有限量发行它，尤其是比较大胆的颜色，基本上市场上很少看到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比较时尚的那些 ，OK， 这款是建议你可以带走哈。一直嫌我家裙子长的，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短版的了 ，OK。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beige color， 先看它的款式先啊 ，OK。前面呢，它的拉链是金色的 ，expose， 以及把整条拉链 all the way 是拉的弯，然后。full inner lining 不用怕说 linen 会毛毛痒痒之类的，是不会啊。它连 lining 也是用了高档的，就是很滑便。lining 也是有分好几种的 ，OK。有一些你一穿上去就知道很闷热。上是多少？八十六。可是我穿到那个。82吧。我穿到了。看到真好。我穿 S 啊。有一件 S， 两个。OK， 它整条前面拉链是拉的弯，然后呢，肩膀这些很像军装这样子的款式，这边的纽扣是款式来的，方身的是这两粒啊。OK， 这两粒纽扣是方身的，可以这样子开的。OK， 你快。所以我有点紧哦。我先声明啊，我穿 S 有一点窄的啊，就是上围这个 part 啦。助理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助理这件是穿 L S L 啊，所以助理是穿 X L 啊，你看我穿 S 啊，它是很贴，就是说我穿得到，可是你看我手这个 part 啊，它是动作方面，就像助理每次讲的，它没有这么灵活，对，它稍微比较卡肩膀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下班的话尽量不要，可以的话就不要超过我们提供值，因为这款式呢，它面料是属于一个微弹啊，弹力不大，卡码的必须拿大，不要拿小，所以主播穿，因为主号也是84嘛，所以说稍微烫微，我们有预留空间了的，就是说你是穿得到，只是会比较卡啦，对啦，所以说如果是主播要穿的舒服，这款式它是需要穿 M size 上围86 ，OK。S 82 M 是86，主播是卡中间，要舒服的话肯定要拿大哈。OK， 基本上下摆它的裙摆这边是属于一个小 A 的，小小的 A 的那个版型，前面口袋是方身的，后面是这样子的，属于比较短版的。你看我穿的是这样子短的，是连衣来的哈，对了，全新的款式，全新的面料，全新，就是它这个厂家，它用面料方面呢，它用的会比较高档的，就对了。我身上是穿着 S， 我穿 S 比较尤其是上围啊，这个牌啊是比较贴的，就对了。OK， 来我就换穿上给你们看一下。要有曲线示范，我就不细啦，我就给你看，不细腰带，我就讲有腰带啊，对，它有大腰带一起啊，所以说我的搭法，如果是我就比较说比较宽松的，就不细腰带，所以说呢，这一期你找的这样子，它就是一个小 A 版型的一个连身裙 ，OK， 所以说。像主播还提到了，如果你常常觉得哎我家裙子太长了，这个非常的适合全新的款式，它的款式是属于比较时尚的一些那些设计，就说还有塑料方面是属于一个限量发型的哈 ，OK， 市场上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款式，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。所以说刚才这三个颜色里面，上班想要看起来比较职场风的，选择我身上这个色，它因为它有一个是 hot pink， 一个是黄色，属于比较时尚一点，是说比较前卫的一些，所以说你是比较喜欢就是说穿起来是比较时尚的感觉，你可以选择 hot pink 或者是黄色，上班我建议带着我身上这一个色哈。然后大家说浅色你会觉得它胖胖的是不会，因为它这个款式应该基本上腰哈，它是说穿宽松的臀部一样，这件最主要是你们的上围穿到腰跟臀部不会有很大问题，身一堆是我穿这 XL 啊对，最大的 size 也是98 XL， 这平时可能就是说 extra small 啊 S 啊 M 都可以，如果是 L 的 XL 不会很抱歉 OK， 跟我的尺码这个款式是需要 XL， 穿这 XL 身高160一样还是乞丐以上的一个长度哈，所以想要比较特殊的颜色，比较出彩的颜色就有这个 hot pink 啊，对，很显白，比较亮，比较出彩颜色有两个选择哈，这个款式 OK， 整体上穿起来是非常显瘦的，是因为它的裁剪是属于一个小 A 的版型，对，所以属于一个短袖啊，短袖，对了 ，OK， 前面有口袋，前面口袋是方身的。前面拉链，整条拉链啊，从这边 all the way 是拉的完到这一边的就对了，后面就属于一个这样子比较 plan 的 ，OK。
不一定的 lining 啊 ，OK， 所以不用怕会毛毛痒痒之类的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每个人想法就说，lining linen 会有点刺。不会啊，这个 linen 是非常好的 linen 来的哈，加上有 inner lining， 所以不用担心叫刺刺那种感觉是完全没有。来，我去换另外一个颜色。所以那么如果这一期你说要找一个是属于比较高端款式的连身裙，就是我们身上这一个 ，OK。要下单的话，扣是 ZDZ68， 打你要的颜色，还有你要的尺码 ，OK。如果是跟主播的尺码接应的 ，M size 跟助理是需要 XL 哈，卡码拿大不要拿小哈。那么如果你的 size 跟着我的尺寸啊 ，OK， 穿上去就是有一流空间。我的上围是94。然后这面要是属于一个微摊，所以你看我穿上去，我是有预留空间给你们了的 ，OK？ 所以说只要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穿上去是不会卡。就像主播是穿的 X， 是说它的一个上围比较贴一点点，毕竟说预留那个空间给它用完了哈。所以说这个款式卡的话，建议你们拿大不要拿小哈。来，换了这个 Lime Yellow 啊 ，OK？ 所以我们讲只有这个厂家，它在用色方面会比较大胆 ，OK？ 会跟其他的那些不一样，想要找比较特殊的颜色。除了 hot pink， 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 lime yellow， OK， 三个色啊。这一期主要找连身裙的话，比较高档啊，就只有这个款式，比较时尚，比较高档，然后是属于项链限量发行，它这个款式唯一的一个哈。OK， hot pink， 比较保守的颜色就有这个 beige color， OK， beige color。再来就是我身上的 lime yellow， 跟着助理的尺码是要单啊，这一件是需要穿 XL， 基本上给我自留的话，这一件我会自留 M 啊，因为我穿 XL 啊，其实它肩膀这边是有点卡的，尤其是肩膀和上围这边，对，你看我的动作啊，它不能太大了的，不能这个太大了的，啊，对，对了 ，OK， 三个是 X 到 XL ZDZ， 68，价钱是159，minimum selling price 啊，一样是有厂家规定的，对了，然后一样啊，考虑好，你真的要不要下单？我的本钱一样是三位数啊，我的 profit 是非常低的。可是这款是为什么呢？本钱这么高，可是我们的利润这里还是要带回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常常说，希望你们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钱，可是可以带走一些非常高端的，是比较高档、比较高端的一些款式。所以说，这款式我们带进来给你 ，OK？ 所以说，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哈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端的款式来的哈。来，接下来是一个牛仔面料的外套坎上衣啊，我就把它当成上衣来穿 ，OK？ PB